to be plans? Plans? 台湾女星吴可希身穿复古蕾丝马甲背心，露出好身材，在好莱坞电影《缝补灵魂的天使》跟女主角有闺蜜情，这是她首度全英语演出。拍摄前就非常紧张，然后会做那种就是脑袋一片放空忘词的噩梦，然后也很怕现场，因为我哪一个英文没有发音好，然后被卡掉，被导演说 cut， 我就觉得 Oh my God， 我有压力很大。改编畅销小说，讲的是1850年加州淘金热年代，名叫天使的女主角，从小被卖作妓女，在自我厌恶中逐渐找到希望。吴可希跟女主角艾比盖尔·考恩都不是科班出身，感受到彼此真诚，打成一片。她觉得，她说她跟我演戏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，觉得我每一颗镜头都很真诚流露，跟就是会根据他给我的东西再去做一些调整。他也透露剧组服装专业到连内衣跟束口裤都是复古的。吴可希过往因为卓人秘密参加坎城影展被国际给看见，吸引了限制级战警导演的目光。他明年初会飞往北美参与电影宣传，同时也将投入下一部好莱坞电影的演出。 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